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，主内平安。今天是十二月二十二日，欢迎你们来到每日圣言的时间。今天的主题是感恩的心。现在让我们静下心来，聆听这一段圣言。路加福音第一章。 第四十六至五十六节，玛利亚遂说：“我的灵魂颂扬上主，我的心神弯悦于天主，我的救主，因为他垂顾了他婢女的卑微。今后万世万代都要称我有福，因全能者在我身上行了大事。” 他的名字是圣的，他的仁慈世世代代于无穷世，赐予敬畏他的人。他伸出了手臂，施展大能，驱散那些心高气傲的人。他从高座上推下权势者，却举扬了卑微贫困的人。他曾使饥饿者饱享美物。 凡使那富有者空手而去，他曾回忆起自己的仁慈，扶住了他的仆人以色列，正如他向我们的祖先所说过的恩许，施恩于亚巴郎和他的子孙，直到永远。玛利亚同伊萨伯尔住了三个月左右，就回本家去了。 感谢天主给我们的这一段圣言。接下来，让我们听一听世经小帮手。在今天的福音中，我们看到了圣母玛利亚用了一颗感恩的心，说了她献给天主的赞美诗。这感恩的心不只是在好的时刻才有的，即使在面对不确定的未来。 惊惶不安的感受，计划改变的情况。玛利亚继续怀着一颗感恩的心，颂扬了上主。今天，让我们和玛利亚对话，问她是如何在这种情况下感谢天主。今天，也让玛利亚告诉我们，原来她的感恩完全基于她能意识到。 全能者在我身上行了大事，正如圣咏说的：“请你们体验，请你们观看，上主是何等的和蔼慈善。”当我们亲身体验，或看到天主在我们身上行了大事时，我们的心必然也像玛利亚一样被感恩充满。问题是？ 我们每天是否花一点时间去体验、去观看上主在我们的身上行的事迹呢？还是我们每天过的是没有反省的日子，因而对天主的工作视若无睹？为了能看到天主的工作，每天的醒察是很重要的。我们可在睡前回顾一天的生活。 想起值得感谢天主的一件事，也许天主透过某人的微笑、善举，举扬了卑微贫困的我们；也许天主提供了救援，让自信心饥饿的我们得到鼓励；也许天主透过某个经验，告诉我们他天天都同我们在一起。很多时候，在面对生活的困难， 我们不但失去感谢的心，还养成抱怨、怨恨、比较、拒绝近人的心。这时，我们可以祈求圣母教我们将目光从自己的无助转移出来，以便像她一样凝视天主的恩许。请品尝圣言，是体验。 与观看天主对我们的恩许，也在我们生活中活出圣言。今天，我们可以具体的写下与感谢天主今天发生的一件好事。最后，让我们全心祈祷，圣母玛利亚为我们祈祷。 能够像您一样献给天主我们的赞美诗。这每日圣言祈祷是来自台湾驻颜传教会。愿天主降福你，也愿我们能够带着感恩的心面对每一天，凝视着天主的恩许。我们明天再见。